每一个人，我们在一生当中，第一任老师是母亲啊。小孩从出三岁，这个从出生到三岁啊，离开襁褓，真正扎根的这个教育，就是这一千天的，从出生到三岁啊。这一千天要没有学好，往后学就很困难。中国古礼，妇女怀孕，古礼上有啊，怀孕之礼呀、啊。啊，做母亲的这个人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都要端庄啊，啊，是叫端正庄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心善，言行善，小孩受他的感染，就善的感应。如果他念头不善，言行不善，这个胎儿就感受到不善，叫胎教啊。啊，出生之后，他张开眼睛会看，他会听，他已经在模仿了。你不能说这小孩无知，那你错了。小孩非常聪明，他看大人，听大人的，看了一千天，这个根深蒂固。啊，母亲对儿女的影响太大了。啊，那现在年轻的母亲没有受过圣贤教育，他不懂啊。他受的教育是什么？现在都是电视。啊，稍稍长大，上学了。啊，在外国的学校，我们知道，小学一年级就写电脑了。啊，电脑里面的信息很多。影响太大了啊。这个世界怎么能不乱呢？啊，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。啊，也就是得教不了啊，没法子教啊。众生不善的造作业感，那就是灾难。这灾难从哪来的？啊，社会的混乱现象。啊，这个地球灾变的现象。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。